继续动作，不要看我，让我看你就好。今天还是那么可爱啊。 约会呢？要追我？你支持我？虽然你在我心目中已经很完美了，但如果你再配上一副粗框眼镜的话，看起来会更可爱哦。只要镜框挑得好，看起来会更有气质，而且还可以修饰脸型，看起来会更加迷人哦。真的吗？嗯。 但是说你的脸太大了。哎，你不要听他乱讲啦！你的脸这么小，身材这么苗条，小巧玲珑的，我最喜欢你这一型的女生了。你看你的脸，你的屁股，明明就很大，还小巧玲珑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老板娘，午餐纸怎么没有了？好可怜啊，小燕不是在补货。小燕呢？哦，有啊。 他被我干嘛了？我哪有啊？他在讨厌你，他都在这边约会。哎，我是说，小燕啊，你是有在保护我啊？哦，死囡仔，闭鬼闭鬼。影像茁壮的时代。